踩大約3公里左右，咁其實15分鐘內已經去到科學園。電動車每公里成本咧，真係好平嘅。 而家整咗好多啦，因为以前有个发电机都会发热嘅，咁而家咧就全电咧就冇咗依样嘢啦。入边嗰个环境好咗，咁佢整个过程咧只会产生水，所以真系做到零排放。呢啲绿色运输方式并唔系幻想出嚟噶，佢哋为香港实现零碳出行踏出重要一步。 3年前，政府公布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通过推动车辆电动化同发展新能源交通工具等措施，长远达至2050年前车辆同运输界别零碳排放嘅目标。目前，交通运输产生嘅温室气体排放仍然系第二大排放源，占全港总排放量近20%。 要达到政府目标，2050年前全港车辆零排放，系咪不可能嘅任务呢？我住粉岭嘅，平时咧转火车去到大学站就踩单车去科学园嘅。阿峰喺科学园做嘢。 为咗悭钱同环保，会带埋单车头盔返工。都有车。再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揾下大学站附近有冇共享单车或者电动辅助单车。现时喺行车道、行人路同单车径上使用电动可移动工具都未系合法。 今年3月到今年年初，运输署同共享单车公司合作推出共享电动单车试验计划。参加者需要事先登记，年满18岁，并且持有驾驶执照。车型使用落推踩助力单车，出发前请检查单车及佩戴好头盔。 喺试验期内可以免费使用用嚟收集数据嘅指定电动辅助单车，个门槛有少少高嘅，车牌首先唔系咁容易有先啦。头盔虽然系保护个头，但系佢个体积有少少大。试验范围位于白石角一段，长约4公里，介乎东铁大学站至到日龙湾嘅单车径上。 阿峰話：有電池輔助踩得好輕鬆，尤其是啱嚟嗰度咧，有兩段上斜路，基本上係完全唔使俾力就可以上到嚟，方便好多，慳好多力，係啦。運輸署我限制最高時速15公里/h，咁另外就係25kg以下。電池鎖已打開。 咁所以我哋要重新設計嗰架單車咧，全方位咁樣去輕量化咗佢。程俊豪係共享單車公司嘅負責人，今次已經係第3次同運輸署合作進行電動可移動工具試驗計劃。呢啲就係電動車嘅實時位置，而家嗰啲用户都係用喺平時翻工放工嘅時段咯，或者假日咯。 佢希望計劃收集足夠嘅數據，俾運輸署分析相關嘅出行習慣、意外事故等等嘅資料，有助政府盡快修例，容許電動可移動工具合法化。去到第3期咧，咁我哋試下可唔可以有一個共享嘅模式，就可以用翻20部，我哋而家提供20部嘅PAPC， 可以支持到300個用户，咁樣可以更加多嘅出行數據可以收集到。 呢啲明出行就係可以幫到香港解決到好多交通嘅問題，咁同時亦都可以減少一啲汽車嘅碳排放嘅問題。電動車以電池推動。
行驶嘅时候唔会排放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嘅废气。六年前，政府开始以税项宽免吸引市民换购电动车。数据显示，去年大约有三分之二新登记私家车是电动车，而截至今年的四月，电动车的数目大约有93,000架，占所有车辆总数超过一成。阿 Sam 揸咗电动车3年，仲开咗网络频道，分享电动车最新资讯和用家心得。成日讲话里程焦虑咧，其实到底是讲紧啲咩情况呢？呢一日节目嘅主题就系针对电动车车主怕电池电量唔够，又揾唔到地方充电所面对嘅心理关口。我而家咧特登做到架车咧得翻10%啊，57公里，你可能会觉得诶好惊。阿 Sam 所住嘅屋苑冇充电设施，某个商场酒店咁样吓。平时翻工出街之前，会预先规划好充电嘅行程同埋路线。咁而家嚟到停车场，其实都仲有11% 嘅电嘅吓。虽然架车持续喺一个咁低嘅电量情况啦，但系因为你已经系好有信心知道边度充电噶嘛吓，所以就唔会构成一个所谓嘅里程焦虑嘅。一般嚟讲，慢速充电需时大约7小时，中速充电就大约要4小时，而快充就可以喺30分钟之内插满80%嘅电。而家咁样快充10分钟，电量即刻可以翻去30%以上，可以行超过100公里。过去两年啦，都感受到电动车带俾我生活，无论系嗰个质素上嘅提升啦，吓，而亦真系帮我悭咗好多嘅所谓有钱咁样啦。并冇佢哋想象中咁困难，或者充电系要一定要喺自己屋企咁样。暂时未见过电动车嘅，一路都系揸呢类私家车嘅啫。庞爱兰系银禧花园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就系因为屋苑未有充电位，一直都唔敢换电车住。为咗配合电动车普及化嘅政策，环保署喺2020年推出20亿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资助现有楼宇改装基础设施，方便车主安装符合个人需要的充电器。今天就开标了，开第一个箱的锁匙先啦，好嘛？1、2、3、4。近40年楼龄的银禧花园停车场有500多个车位。庞爱兰留意到越来越多住户转揸电动车，所以早在2021年已经请电力公司初步评估停车场的供电能力。在同年8月申请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但是等了2年，在去年的7月才得到环保署批核申请，随即就在年底招标聘请顾问公司。環保署原則上同意嗰度係大概2年到嘅時間啦，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係咪有機會加快呢？因為我哋而家未做到嘛，咁所以我哋陸續都有業户咧嚟問我哋，咦？佢自己安裝得唔得啊？我想買電車喎，咁樣。顧問公司會為安裝電動車充電設施制定工程規格，譬如係充電器安裝位置同電力佈局等等。政府为每个停车位充电桩提供最多30,000元的资助，全港屋苑上限就是1,500万。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都要收咗钱先嘅。咁呢个收钱都系一个几重要嘅程序啦。咁同埋我哋冇一啲临时嘅停车位俾佢移走佢嘅车，咁佢又好难成个礼拜搬架车去边度噶嘛。咁所以我哋呢个都系一啲困难嚟嘅。佢估计，最快要去到今年的年尾才会完成安装，
俾屋苑车主使用充电设施。而现时唔少嘅电动车车主都系靠政府同私营机构停车场嘅充电站充电。旺角咧有冇充电站啊？设厂应该有一两个。我无方都应该有。如果有，你话声我听啦吓。好啊。而家喺始创排队前面三架电动车。咦，我啱啱去到朗豪坊，喺出边写住 occupy。嗱，我而家咧响到前面啊，一排充电位啦，摆晒车咯。呢个周末，电车车主阿 Sam 约咗两位同样揸电动车嘅朋友车聚。不过喺去街食饭之前，车友要先帮阿 Sam 揾充电位。佢呢一度咧，好似係啲慢比較慢嗰啲充電嚟嘅，佢中速咧七度電嘅，呢度好似唔係幾理想喎。根據今年三月環境保護署嘅資料顯示，全港總共有超過8000個公共充電位，最多充電位嘅地區係沙田區，有超過1200個，而最少嘅就係大埔區，只有大約160個充電位。分布并不平均。要解决买车易充电难的情况，阿 Sam 和车友都期望政府可以带头增加充电设施。譬如公司型机构一起合作，令到不同的停车场都可以受惠，不只是公共停车场可以有更多充电位。当你公营市场政府的街标位大家都有充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开始关注这件事，更加會即可能其他私人機構嗰啲都會再落力多啲咯。我依條線啊，都有五年啦，由傳統嘅棍波車。轉咗而家混能車，跟住到而家嘅全電嘅車啦，係啦，咁就由以前比較辛苦，而家就比較舒服，同埋輕鬆咗好多嘅。呢一架係全港第一架純電動公共小巴，來往落華村同觀塘碼頭，喺舊年九月投入服務。呢個都運作咗一段時間啦，係嘛？係。係你哋有冇咩特別嘅問題出現過啊？佢哋都覺得喺繁忙時間嘅時候咧，再充電嘅時候咧，可以加快少少添。OK， 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達到。盧次培係小巴製造商負責人，公司研發同製造全港第一架落地載客嘅純電動公共小巴。並且自資興建設置在觀塘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的充電工，電動小巴充電五至十分鐘就可以行大約50公里。三轉車就完全冇問題嘅，即係大部分時間佢80%至90%嘅時間繁忙時間都可以處理到。如果呢個級舉低一寸半寸，上路會比較好啲。好，係啊，同埋啲扶手柄咧，你哋做得好好㗎啦。22A 小巴線營運商負責人楊慧榮靠新能源運輸基金資助一半車價買入電動小巴。不過裕民坊充電設施由構思向政府申請去到運作，足足花了五年的時間。政府的關卡太多了，一關過一關，土地又好，點樣賴電又好，佢初初係唔肯嘅。後來經過市建局的審批，再呈上俾政府部門。得地政署同意，咁但係呢個係一個交通交匯處的運作。所以咧，當佢 operational 嘅時候咧，就要交翻俾運輸處去管理。因為政府地方你要交俾ASD 啦，即係呢個建築處啦。真係頭頭尾尾咧，搞咗成五年嘅時間。超過五年。咁實際係，如果即係一生有幾多個五年啊？冇啦，幾多十年啊？環保處就話喺2019至2020年間進行電動小巴充電技術嘅顧問研究。之後邀請服務供應商自資在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內安裝充電設施，但是受疫情影響，從外地訂購的設備運輸延誤，加上遇到技術問題，
雖然署方已經全力協助，但係工程仍然需要較長嘅時間完成。上年年尾，政府推行電動公共小巴先導試驗計劃，向營辦商就每部電動小巴資助八成嘅車價。其實咧，個小巴係離個充電站之前十米咧，佢個 WiFi 咧就已經係互相喺度通訊噶啦，已經知道呢架車係咪我哋容許佢充電嘅。盧次培研發嘅電動小巴係試驗計劃下預審合資格供應商之一。佢哋嘅電動小巴售價大約係138萬，如果拎到政府八成資助，車主唔使30萬就可以換車。但係資助係以發還方式嚟發放，即係營運商要先揞錢買電動小巴。新能源運輸基金咧，其實都唔係好多申請，可以咁講。即係通常咧，由你架車你自己俾完錢，到你收翻錢，收翻政府嗰個津貼咧，可能都需要有過一年。咁變咗對個營運者佢嗰個現金嘅壓力就好高。政府亦都已經有啲改進㗎啦，特別喺佢撥款方面係快咗啦。截至今年四月底，本港已登記的電動專營巴士數目是90架，而政府目標是在2027年底之前有大約700架投入運行。而另一種新能源運輸輕能就啱啱起步。麻煩兩位主禮嘉賓為嘉興站揭幕。3、2、1。相较于传统的柴油巴士，氢能巴士能够有效地改善路边的空气质素。特首李家超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今年上半年制定香港氢能发展策略，展开修订制造、储运和使用氢能相关法例的准备工作，目标在2025年提出草案。去年年底，全港第一架雙層輕能巴士亦都獲運輸署發牌，已經喺今年年初開始載客。我哋每一次做一啲喉管嘅維修啦，或者接駁啦，咁咧都會去探測下有冇氫氣嘅洩漏。輕能巴士唔會排放廢氣，原理係儲氫缸會為燃料電池注入氫氣。電池內部經化學反應將氫分解成質子和電流，它們與氧氣結合之後變成水，而當中的電流就推動巴士的摩打。輕能巴士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它就是加氫時間短，以及行走的路程比較長。輕能巴士如果對比一個電能巴士來說，電能巴士充一次電就已經足夠為18部輕能巴士去加氫了。我們覺得輕能巴士可以存在一個潛能，是成为未来零排放巴士一个的主流的。不过氢气是易燃气体，一旦燃点有爆炸的风险。因此氢巴使用的四型储氢瓶是行内最高规格，经测试和认证能够抵御撞击和火烧。而嘉兴站的选址就落在比较空旷的西九龙车厂。我哋會有個輕濃度嘅探測器嘅，探測到有氫氣或者火焰嘅時候咧，咁成個嘉興站咧就會自動咁樣去停機。嘉興嘅時候確保我哋身上面冇直電去引起火花啦。咁所以咧摸一摸呢個防直電嘅位置啦。我哋嘅氫咧係經過場管車由佢哋製造廠嗰邊去運到我哋呢個嘉興站嘅。其實充氫個過程好簡單，需要10至15分鐘。如果係加滿氫咧，可以行到400公里嘅。因為輕能咧，我哋只需要加大個壓力，咁個續航力咧就已經可以提升好多。一直關注公共運輸工具碳排放問題嘅環保團體，呢一日專程嚟了解輕巴嘅運作。感覺佢靜好多，即係冇傳統嘅柴油巴士喺後邊個機轟轟轟聲咁樣。一公里的行車，咁佢會有幾多公升的水會排放出嚟啊？行一公里就會排1公升水。可以摸下個水，但係真係暖暖地喎。
城巴承认他们所购买的氢气是灰氢，即是透过燃烧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提炼，制作过程也都会有碳排放，不及使用可再生能源通过电解水技术而产生的氯氢咁环保。不过刘子峰认为现在全球氯氢市场未普及，初期使用灰氢是可以理解。当然你要到氯氢是不得，技术上是做到，不过个价钱会很贵，而且个供应在全球是很少。你不走出第一步，不整架氢能的巴士落地， 你都不会走到第二步。他期望政府针对公共交通运输有更清晰的路线图和支援，咁先能够推进2050年碳中和的愿景。政府未系好清晰有个路线图俾公共嘅交通运输系统，呢个我希望就系政府系及早尽快系清晰咗，使到即系唔同嘅营运商咧，跟住个蓝图咧，佢就作适当嘅投资。咁我哋睇到香港嘅氢能发展嘅基础咧越嚟越好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期望咧。更多企業可以參與氫能發展啦，咁為到香港呢個長遠嘅氫能發展啊、低碳排放啊去努力啦。政府嘅政策係希望重型啲嘅車係推廣氫氣嘅，比較輕型嘅咧，全部都係電可以解決啦。咁咧就係用電咁樣。咁有啲明確啲嘅路線同埋日子，我覺得會進展得好快。我相信單車徑可以融入到社區入邊，可以代替到第一公里或者最後一公里的出行的話，咁對於減碳啊，同埋市民的健康啊，都是一個很好的發展。